家好，我是健健。我是康康的。我和康康是不是好像样呢？我有时见到他，我都会以为见到自己这样的。其实我们是有分别的。你们看真一点。看真一点，不是这样都看不出吗？嗱，就是我的头圆碌碌，成粒汤圆咁。吻部短啲同阔啲噶，我咧头就会尖啲，吻部尖啲长啲噶。咪以为我哋大熊猫日日都挂住瞓，生活肯定系无忧无虑啊。其实我哋都系有烦恼噶，就系我哋成日都要谂点样可以食快啲，食多啲粥。咪系，因为我哋要摄取大量粥嘅营养。才足够俾我哋快高长大，所以我哋每日都要不断咁咬咬咬，食食食。唉，咬到有啲攰添，唔讲啦，我要争取时间食多啲先。等阵仲要瞓个美容觉啊！哎呀，你食翻嚟嗰啲咯。